学习，向部落学习。过去在部落的替代役当中，所有会过去的法令当中，他们提出的替代役的选项当中，往往到部落服务的替代役都不是我们的原住民青年，而我们的原住民青年也失去了在部落当中学习语言以及文化传承的那个机会。同时我们希望说可以让役旗的役男可以回到部落当中，让学有所长的原住民青年可以进到部落当中，给我们的部落提供更为多元的力量。在特勤特别厉害的精英的军人里面，原住民有60%以上，我们精英中的精英都在守护中华民国，效劳中华民国，但是我们的部落谁来照顾呢？今年初都通过产业替代役，我们的年轻人去帮企业工作。过去服兵役是一种义务，但是我们现在人太多了，没有那么多的军人要做，所以军人可以去企业工作，当产业替代役。那为什么原住民不能够在部落里面帮助老人家照顾孩子，在这个同时来学习部落的文化，学习部落的语言，这一点都不难。只要替代役施行条例修改，增加部落文化替代役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得到。但这只是个开始，未来原住民每一件事情只要跟政府有关系的话，希望每一件事情原住民都可以站在自己的位置，做自己部落应该要做的事情，把我们的才能，在外面学到的才能贡献部落，服务部落，让部落跟中华民国一起成长，不是中华民国成长之后部落变没有人，部落变消灭。所以希望这个政策可以很快很快的执行。部落需要青年，青年需要部落，青年需要部落。高沙义勇军在1942年到1943年间约派出7次，总数大概在4000人左右。台湾社会当中，原住民族人口占全台的人口2.3%，但中华民国志愿役当中，原住民就有7%，而特勤部队更高达60%。什么事情都是由我自己来。我又看不懂这个东西，啊！我说什么能听呢？说个个啊，我说都过下个巴个巴海地呢，印尼阿罗。原住民为日本、为中华民国、为不同时代的国家打仗，但是部落里却没有年轻人守护部落、传承部落文化。哎呦，你怎么回来了？我家。我回来当替代役啊，尹娜。而且我是在部落当替代役，因为部落是我的国家。我来北部已经是来都会区已经是40来年了，然后我很清楚都会区的孩子，啊，对自己的文化等于是零，他所看到的都是那些都会化、半政治化的那个丰年祭，你说传统的。那个精神已经是不懂了，所以我希望说，如果可以啊，那替代役小孩子到自己的族群的部落，啊，他不只是可以协助当部落老人家的手、眼睛跟脚，他也可以学习到自己的母体文化，啊，这是所希望的。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原住民青年要离开部落的机会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要回到部落的机会却是很少很少。我自己从小在都市长大，然后跟部落的文化是断裂的，所以部落文化替代役对我来说，
它不仅是让原住民族青年可以在部落里面守护部落，也可以让原住民青年重新回到部落的一个机会，重新与部落产生连结。国高中到大学，甚至到研究所都在学习的期间，我们都可能会在旅外。在旅外过程中，我们已经跟部落已经失去了断结，然后传承文化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断层。那在很众多立委里面，我们都没有听过，就是有这样的政见，而且这样的政见是让我们这应届毕业的，或是要即将当兵的男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学习文化的机会，而且用这个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能够尽量的学，然后也帮助我们的老人家，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老人家在部落，其实他们很多行动不便，那也是需要照顾，而且重点是部落跟医院离距离很远，那是需要青年去帮忙的。如果他有教育的专长，他有长照的专长，他农业专长，为什么不能够在部落里面服务部落、保护部落？我们真的是这个。那就现有的替代役里面有教育替代役，那么多原住民部落学校，请教育部告诉我们有多少是原住民的替代役在里面，比例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少。所以替代役制度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没有原住民，原住民的比例很多都在前线，很多都在精英中的精英部落里面有替代役，但是比原住民人口比例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希望未来原民会有一个窗口，原民会有一个原住民部落文化替代役，透过原民会的申请管理安排，让部落更多年轻人可以回去部落，不一定是自己的部落，你可以互相学习不同的族群，在原住民部落里面有更多的年轻人保护自己的部落。